ATT.蝴蝶姐姐 VS 蝴蝶姐姐 VS 阿本百分百大对抗，什么？大不然讲你念一下。我是听看听男孩，不是不是听看听的，因为最近那个警行听男孩的那个扛把子非常红嘛，对对啊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你怎么卡？你怎么卡？可是出去外面还是不要乱学啊，对啊，被打，对啊，然后老板卤肉饭一碗，哼哼，老板打你。哎呦，好了，不要闹了。重点是今天是呢，蝴蝶姐姐跟阿本的百分百大对抗。哦，因为呢，他们两个一起要主持八大全新综艺节目《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》。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，这个主持的那个节目啊，我觉得对阿本很难过。怎么说嘞？蝴蝶蝴蝶有蝴蝶的名字吗？没有阿本的名字在里面啊。哦，生的真美丽，然后所以呢，你看像什么阿啊？你看康永哥，哈，西帝。对对不对？康熙对不对？哦，小鬼当家也是有你，哦、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以前那个什么小小妹大，哦，中小妹大，哦、小猪跟那个陶晶莹姐姐。那不然我们，那你要怎么？如果要改，要怎么改？也没有陶晶莹的名字。对，龙兄虎弟，龙兄虎弟。那这个要怎么改？如果你看蝴蝶蝴蝶生的真美，要把本蝴蝶蝴蝶生的阿本真帅气。蝴蝶蝴蝶。本来就美丽，哎、欸，对对啊，本来是不是阿本来了就美丽了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不然那阿本很可怜哎、欸，不然你建议一下柱哥好了。哦，柱哥是制作人吗？哥制作人的。白痴啊！好好，一起来欢迎蝴蝶姐姐阿本出场。嗨，嗨，哎，两位，我们刚刚讲那个这个节目名称，会不会觉得对你有？对，第一天就有心结，所以我就决定改名，我要叫美丽，叫美丽，以后大家叫美丽就好，你看就有了，就有了。三转路转，对啊，哎，叫美丽，对，不然叫生来也好像不好听嘛，生来，生来杀几只，来生好啊。两位，这个节目是什么样的那个类型的形态？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竞赛节目，但是会介绍蝴蝶，还蛮了解一些美容资讯。竞赛，它有竞赛的东西，就是会那个抢答。还是什么？看什么看啊！你打枪我还看。对，这节目攻击力好强哦，好恐怖啊！制作人都可以攻击，真的。哦，我好害怕。主任，主任你有看吗？你有看那个现场的时候吗？我不用看，我看电脑就好了。看电脑。对啊，哇塞，当场在现场直接打枪。哎，人家怎么说也是 S 风暴狂扫全亚洲的亚洲舞王罗志祥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才就是那个，你知道。那你今天穿高腰的。我觉得好可爱哦，我心够美。那如果今天我没有歌迷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，就哇，很棒。那你会答应我的追求吗？结婚。结婚跳好快哦、喔！只是说，只是想说，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们结婚吧。我以结婚为前提，有没有？尺度也蛮宽的嘛。真的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快，很好啊，很快，很快。可惜那都是梦啊。对了，没办法、哦、，dream 嘛 ，dream。对，但重点是，就我们刚刚讲那个什么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竞赛的一个状态，对对对对，美容资讯的。美容资讯。对对，就会有很多漂亮的那个水水就来我们这边运动，然后边回答问题。而且重点，他回答完问题可以拿到很高级的奖品、哦。他们穿什么？他们穿什么？对啊，就是穿一些比较运动的服装喽。有的有露肚子啊，但有的比较 sexy 的啊。但有时候八玉穿 sexy 的，我就想到，哎、欸，买孬好不好？哦，因为有很多不一样的女生，对不 对, 對？八玉也会来的，小甜甜也有。小甜甜有，因为小甜甜来的好像在行军，因为他在旁边唱那什么跑步机啊，砰砰砰，对，很大声，像行军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今天的那个比赛呢，我觉得呢，
输赢很重要嘛。那当然的。对，那赢的人呢，可以来promo那个自己的节目。三十秒。但是两位都是一起主持，都是主持人嘛，那promo就没有什么看头了嘛。哎呦，那不止呢，赢人可以promo专辑之外呢，啊不是专辑啊，节目名称之外呢，还可以打耳朵三下。哎，弹耳朵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呛虾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要有气势。我先，我怕到时候他讲太好。你有被他伤呢？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哦哦，你？不是你哦哦的很快哦哦，然后就开始。你，你就是肠胃炎，赶快回家休息吧。好弱，我都要断气了，我都要落泪了，真的啊，你好好啊，对，你在关心他吗？人也太好了吧。好，那你呛我。好，这样子。我刚刚听你彩排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直接回家哈，不用 PK 我就赢了。哦，也还好嘛，也还好，是不是？你这三直接这样，打电话卡就停。攻击错人，在呛你的攻击主持人，回门踩我的脚。我今天就觉得他带爸爸妈妈来很不公平。带爸爸妈妈来，你看在哪里？哦，真的，嗨，爸爸啊，哎，阿本，我想你这厉害，爸本吗？你在演艺圈大放异彩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不只能在节目里面的表现良好之外呢，我觉得你看好，我觉得你大好的前途非常看好。可是我不认识他们，不是啊，你不认识啊？是啊，不认识啊。蝴蝶姐姐是阿本人共演，那以后我很现实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你那老北老部的共男后卫，不是我以为是啊，我不知道是谁，而且他跟我挥手干嘛？还跟我讲，你都是叫五等奖励。我真心的吗？他是老座，他也没有否认啊。对啊，我脸，因为我在想说这是谁啊？对啊。而且你刚是有吓一跳，我想，哎，怎么来了？哪时候来了？我以为是惊喜，你知道吗？以为是要感动的，笑，因为那个牌子出来是谁？阿本现在以为要 say 更感人，我以为现在要含泪，然后就感觉很感动。重点是你眼睛已经红了，在红个屁啊！这么感动，破了你脑杯啊！陌生人感动，叔好。哎呦，我觉得我反而你不丢脸。我比较丢脸，因为刚讲好长，我也不好意思打断你，夸好话哎，好话夸惨，夸惨，哇！阿伯跟你讲，你一定大放异彩，你会红，大放异彩都来啊！别人，别人夸奖我儿子的。好啦，那今天的评分标准呢，是由那个歌迷啊，歌迷双方的歌迷的尖叫声为主，分贝器，好不好？对，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我在看那个人数有没有差不多，我要谈了，他们比较多人呢。不一样啊，有一些他们就比较安静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有的比较避暑。那个 OK 了，那个爸爸妈妈他们可能就专门，他们只想看节目而已。好。好，那首先呢，第一阶段呢，我们要比的是大对抗。什么大对抗呢？就是歌艺大对抗，要比的是什么呢？蝴蝶姐姐带来这首歌叫做罗志祥的《撑腰》。哇塞！怕你不知道，兄弟为你撑腰。Yeah, boom, let's get this party crazy。你在爱情跌倒，回家让你撒娇。被我的人数有天大的本事，比不上你要短裤，要团结抗外物，拿出男人硬态度。哦哦，看他回眸一笑。哦哦耶，吼吼吼，怎么会中招？七龙小子乱跳，挥着光影，挥着 music， 一起 party now。他并不知道，上帝为你撑腰。掌声！
你怎么会？你是看 live 来看 MV 版的、啊？都看。你自己练的吗？我上那个 YouTube 搜寻撑腰，啪啪啪一大堆，还有国外的，还有幼儿版的撑腰，然后那个幼稚园老师就说5、4、3、2、1，然后小朋友就在。